到中间。把那个人挡住。这里是纳须岩原的红叶吊桥。那这里就是岩原温泉乡，满山的红叶。那这就是我们昨天对面的饭店 New Hotel。原本我是排这边要住啦，住这间，可是这是团客住的，我后来就打算住对面的光明庄好了。然后这边有人在做早操，来大家看一下上面的山哦，前面上面的山，太阳一照，整个都橘色的，有没有？